就直接用手下来，像在鹿森一样。鹿森一样。我只要知道这个男生愿意帮女生舔，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提升了，颜值直接上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哎、欸，他是一个好男人。这样，假设现在这是女生的外阴部，这个是大阴唇，这是小阴唇，中间这边是不是阴蒂？食指跟中指打开，然后在整个阴唇上面呢进行上下拖动。啊，这样子会舒服？天哪，我学到好多，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哦，原来这样子会爽。想聊就聊，百无禁忌。欢迎收看性治疗研究室。大家好，我是依居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瑞斯。想要完成一场完美的性爱，除了在那边抽插之外，前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常常听到很多女生啊讲说自己没有很喜欢做爱，当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她肯定是没有遇到厉害的男生。就是我哎、欸，就是没有舒服过，所以才不喜欢吧。我就会不懂到底就是这个东西愉悦在哪，我连用那个什么小章鱼还是什么那种自慰我都觉得不舒服，它就是震动，一点也没有舒服的感觉。因为其实前戏除了技巧很重要之外，还要带入爱的成分。我来分享一下前戏 NG 的行为。像我之前某一任男朋友，我那时候我也还不是那么懂做爱这件事情，他就直接用手下来，像在鹿森一样。鹿森一样，是鹿森，他就瞄准阴蒂嘛，他甚至他也不知道阴蒂是什么，他就只知道什么东西叫痘痘，然后就这样，这样哎、欸，像是鹿森一样。我当下我真的是吓到，然后尖叫。我觉得很多男生其实不知道确切阴蒂的位置在哪裡，他们都以为哦那是阴唇，那应该就是阴蒂吧。可是他弄到那个地方是就是大阴唇，对，没错，然后、哦、超痛的，真的超痛，然后就是会肿肿的，但完全不会湿。那他要剪指甲吗？就是没有。天哪，好恶哦！天哪，你知道其实只爱它有分清水剑派跟加藤鹰派。哎呦，那么细啊！哎，这是真的哦，真的真的，这是加藤鹰，这是清水剑。Golden Finger， 差在哪？就是派系不同，他们惯用的方式不同。阴蒂这个，我觉得是最多男生非常容易做错的。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没有互相，比如说男生会说你要帮我吃吃，可是其实华人男生很少愿意帮女生服务的。我必须得说啊，男生很多啊，就是卫生习惯没有女生好。因为女生我们上厕所擦拭是很基本的，但是男生很多他尿尿完他是直接穿内裤，他有包皮，所以他那个尿味就会直接藏在里面，臭臭。所以男生希望女生帮忙吃，女生很多就我爱你所以我吃。对，可是相反过来，男生要帮女生吃这件事情，很多男生是不愿意，他觉得很麻烦，有的还会嫌弃说什么有味道。他们不知道自己更有味道吗？对，我就心想说真的要比尿垢的话男生的味道比较重、欸、而且一定要六九啊，这不就是一个情绪吗？就是你帮我帮你，我只要知道这个男生愿意帮女生舔，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提升了，颜值直接上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哎、欸，他是一个好男人这样子。怎么知道？就聊天的时候直接问。聊天的时候，你会帮你另一半口吗？我以服务为准这样子。哦、oh, ，那他会啊， oh. 他在我心目中就加分 up up up， 特别特别帅。那另外你会觉得就是在做爱的时候讲一些 dirty word 会有加分或减分吗？我跟你讲，有加分，但是要讲对东西。你知道像现在台湾的 A 片，大部分就男友很多都是8+9，我干死你。对，然后他会骂脏话。就是我有一次看那个 A 片，然后他突然开始骂三字经，然后因为我很不能接受别人叫我小母狗，我当下听到是直接冷掉的。小母狗我不行哎、欸，谁是狗啊？拜托。对，就有点侮辱人了。我觉得正确的 dirty talk， 你要在做爱之前，你就要先跟另一半先讨论你喜欢怎么样的互动，而不是说你按照自己的心情说我想要干死你。那很多女生是没有办法接受。Who's your daddy？ 对，叫爸爸。但平常有一些善意的谎言，我觉得是可以许可的，比如说，哎、欸，大不大、啊，舒不舒服啊，就你可以迎合他这样子。你都骗他？对，还是要演一下，要演戏的成分。我有遇过有一种是，就男生真的没有很大，然后也没有很硬，但他进来就一直问说爽吗？是不是要高潮了？超级出戏，这是哪来的自信啊？我曾经遇过一个香港人。他是真的我此生遇过最小的，我那时候吓到，就是有精神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吓到，哦，我以为就是所有男生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基础吧，可是没有哎、欸，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吓到，他是标准以下，对，我就吓到，会说，哎、欸，我整趟都没感觉，完全整趟都没有。我们不是只有说香港男生这样，我这是个案啊。那你有回他说你很大很大吗？就是他会一直说你好漂亮，你好美，真的好美，就他是给我信心，那是不是我觉得他比较需要信心？我之前有遇过有一种，就是前戏也是很 NG 的事，人家不是都会揉胸部吗？哦，我觉得男生可能是看了 A 片，然后就觉得好像只要用力，女生就是舒服，
所以他就是整个在那边秀，你知道吗？你掐死呀！超痛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然后我之前有遇过一个状况是，我刚刚讲那一任男朋友，他真的是没有前戏，他就直接进来，这很痛哎、欸，痛爆啊！男生可能不懂那个痛觉，大概就是你的大拇哥去挖你的鼻孔，你鼻孔会那么痛那种感觉，就是很痛啊，硬塞。对啊。我们这样子很多不 OK 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改善？比如说，我们应该怎么教男生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教。我们针对阴蒂先教。假设现在这是女生的外阴部，这个是大阴唇，这是小阴唇，中间这边是不是阴蒂？但是很多女生阴蒂头是没有办法外露，它是有包皮盖住的。所以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她的阴唇跟那个搬开，对，搬开，就打开的感觉，让它露出来。然后呢，男生比个赞，就是用你的大拇指，记得一定要剪指甲。然后呢，去这样子画圈的方式去刺激女生的阴蒂头，这是最一开始。是用大拇哥？对，不要用指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男生的那个指尖平常都是在用力的，所以他其实很难去控制力道。但是女生的私密处是非常非常脆弱的。所以如果你是用食指这样子，这样子很容易会不小心太用力，女生会受伤，会不舒服。对，这是一开始。再来呢，像我自己是加藤鹰派，食指跟中指打开，然后在整个阴唇上面呢进行上下搓动。啊，这样子会舒服？会，真的假的？会，真的，这慢慢带入感觉。然后接下来。就是一样哦，两只手指头，你上下结束之后呢，改用有点夹的方式去夹那个内部小肉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但是不见得要去刺激到阴蒂，阴蒂都是后面，前面如果你有堆叠好的话，你阴蒂才会舒服。天哪，我学到好多，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哦，原来这样子会爽，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其实阴蒂不是只有上面那颗头而已，嗯，阴蒂它其实里面的构造啊是。整个在外阴部里面的，而且它长的形状好像一只天鹅，然后刚好它的嘴巴露出来就是你所看到的那个头，所以它其实是超大的一个构造，它不是只有那个点而已。对，原来如此。那胸部呢？胸部呢？我跟你讲，很多男生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西瓜哦，西瓜哦，很多男生呢，可能看到胸部，他们就会直接这样掐掐。不行，切记不可以这样掐掐。按摩它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尽量啦，不要用到食指啊等等的。用哪里？就是用手掌的部分，手掌去施力。大部分呢，就是用画圈的方式。像我自己个人，假设现在这是艾瑞斯的秘密，对，我是男生，我就会进行这样子。用有点微微推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这样子去揉，哎、欸，有推拿师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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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同步呢，如果你觉得女生的反应好像还不错，她也觉得很舒服，女生只要舒服，她就会有感觉。那你舒服的同时呢，男生可以运用就是大拇指跟食指呢，去针对她的头，然后去进行捏啊，然后或者是转啊，或者是这样子揉啊，刺激，对。但是切记哦，前面的这个推的动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很多男生真的不懂，他就是觉得我就是要这样抓哦，你这样是不是很？没有没有，这个真的是错的，而且会受伤。你好适合当男朋友，你也适合当男的耶。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当然啦，你在做前戏的时候不可能只有这样，你可能还会同时的有爱抚或者是接吻，这些都是前戏非常非常重要的点。今天讲完了前戏的 NG 行为，然后也教了大家关于女生的私密处跟胸部要怎么样去按摩跟前戏，希望大家有学到精髓。我觉得我算是教的非常的有，我受益良多哎，非常的简单的版本了。对对对，那想要学更深入的话，我们之后还会有相关的内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性治疗研究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